陆洲里的里面欢喜要庆祝五日节，社区妈妈西藏乡的西藏乡，青香菇的青香菇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准备要包肉粽。今天吼，咱这个气感庆端午吼，利用这个气感庆端午的时间吼，啊来增进村庄里面的一些联谊啦吼，啊买当做一下亲子教学活动啦吼，一寡囡仔唔知影什么叫包肉粽，啊都用亲自来体验一下。再来得讲吼，也咱不只干来做包肉粽俩，咱是。哦，独居老人最重要是增加哈，这个独居老人哈，也让他提前过这个端午节，有这个端午节的气氛就对了。真侪志工年岁拢已经真大，过去因拢是包给厝内人食，但是今年无同款，因包肉粽是要给独居老人来食，所以佫较辛苦，因也愿意配合来参加。我在外头要两百粒嘛。最辛苦的嘛，袂啦，辛苦啦。啊，都大家共同大家哦，啊，斗斗阵啦。辛苦大，咱老岁较辛苦，咱较袂啦。啊，对啊，煮起计嘛是照常安尼做啊。你有啥物料？有葱啊，猪、猪肉、香菇、虾仁。金龙虎啊，土豆有哦，土豆真高哦，金龙虎啦。百外居民主动自发出钱出力，想要替独居老人以及弱势团体尽一份心意。天也未光就开始拔粽，但是大家拢拔了真欢喜。咱大约差不多六千粒以上。阮过往年吼拔了嘛真成功，但是咱无影响着，无受着咱这个物资的起价吼影响。咱嘛受着真侪单位咱赞助吼，啊，甲咱一挂民代表大家斗相共吼，啊，咱拢今年嘛是拢甲阮料拢无减，啊，嘛是继续办这活动。一粒一粒肉粽出对社区妈妈的手，因也希望后一代子孙会当将这款帮助弱势好代志继续延续落去，变成陆丈里的传统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